时限有几分呢？不要错过了那个胡牌的机会。真的，好不好？哦，咋不一样？七条，哇，四七耶！哇，二手。我牌应该不会被小乔抓到了吧？不要碰，太烂，听不要撞死了啊！我请问这个是不是还有这个？嗯，没有，没有吗？没有，这个哎，哦，多少？你说哦，你说这个有啊，有啊，有吗？对。哇哦！哦，五八带七，对，然后这还有五八带七，六九带七，就叫五六七八九饼。这个师傅，他为什么打九饼？他该为什么打九饼？他发现没有天理，真的没有天理。奶哥，你知道吗？他已经火卡三饼了，他把九饼打出去啊！真的，我在后面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讲，我这把牌要出来，我就要骂师傅。你不要叫我师傅，你不要叫我师傅，谁打？他要叫九饼，九饼他打的，为什么打九饼呢？宝妈，他刚刚这样子的牌，宝妈，他刚刚这样子牌，奶哥，宝妈太少，因为刚刚这样只有凑一色五，他叫自摸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吃了以后，我跟你讲，麻将真的不要打了，真的，天哪，不要打，他吃了听回头牌五六七八九饼，这个牌漂亮啊！我跟你说，奶哥，我跟你讲，何姐，没有没有，我跟你讲啊，他吃完之后呢，他还这样，打完九饼之后呢，他又这样子。所以他刚刚糊凑一色了嘛？糊了小三饼啊，对，糊凑一色。其实我已经糊了，我自己。他这个牌啊，刚刚打九饼之前是什么牌型？他是有这样子啊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是卡三饼，是卡三饼就糊了。对啊，他打九饼当将，对，当将。对啊，没有，宝妈，我怕时间不够，我怕时间够了，够了 ，Vicky， 你真的。宝妈，如果像我们打牌的话，这个牌真的不会糊哎，你看看这个牌吃下来打九饼出去的话。自摸五六七八九饼哎，哪个？我没有，我是比方说了。如果我们打牌的话，当然对。但是你知道哪个是？如果我们知道，他不知道，因为他不知道。对，你知道吗？而且他还没有，他在听的时候，我说 Vicky 这把牌让他胡到卡三饼，宝妈要反过来叫妈宝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小乔一定要讲一下。小乔一开牌呢，他已经这样子了。对呀，他有一张，没有三饼了吗？没有了，只剩下最后一张。我刚讲完，我错了，就剩三饼了，就大家，救命啊！我就眼睛一盖，结果我们的 Vicky 姐好帅哦，吃个卡三饼，打九饼，哎，打完九饼之后呢，他又把七九饼拿出来说，哎，刚刚这个九饼我还可以要，哎，六七，哇哩嘞！所以我刚刚已经，刚才你看，因为我没有听过那么多螺丝的，所以我才叫那个哪个来说，我是有没有胡？对，刚刚这个牌啊，你是凑一色。北风，然后呢？卡张，对啊，是六分。那你现在是自摸凑一色，然后呢？北风二四六八，多一分，啊，对不对？多两分。我为了拿五万啊，宝宝。我拿五万。我跟你说，我这样，我发誓，我不用，不要跟着面，不会打麻将，人打麻将，是不是？真的。可是你知道为什么我这牌要这样打吗？因为我知道他有可能要做。我们可以再讲一下小乔。可以可以，我现在你一定要讲他，我一定要讲一下。对，二三，这五条，这个麻将要来讲一下。哇，这个牌它是这样子，好不好？然后七八条，它这样子，那这个牌呢？这个牌如果四组，没有那时候没有这样子。他这个牌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他这个牌，如果我啦，我因为我没有，因为我们有打暗杠两台，对。然后他有断腰了，所以小乔二话不说就已经这样子干了。但是如果是我的话呢，我未必会杠，因为你知道吗？因为你三六条要
你看二五条带三六条这边，嗯，这边可以求，没有，真的是因为按杠两条我才去杠了，而且不我不他一杠那一只，他这个牌整个就乱掉了，他乱掉了，他回头摸一个二条，嗯，对啊，你知道吗？摸他又再摸二饼，对，他就整个牌就乱。失去我一直以来这把牌我是看好小乔的，因为他只要摸六九条，听五八万，听五八摸五八万，听六九条，那他先杠掉，他先杠掉，刚刚这样来的话，他这样打法对吗？但是不，你知道他已经我已经乱了，对，没有没有乱了，我打成这样，他因为。我知道他要饼子的牌，所以我饼子我就不想下了，他就忍住了，我就不下了，我就去猜七八条，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打。我知道他要饼子的牌，但我不知道他要什么。对，我觉得小乔还好，因为他是他这个因为按杠两分，我就这么想让他摸到第四张。对啊，好 ，Vicky 呢就是凑一次，然后摸九分，好，恭喜。好厉害哦！一开始九分是吗？好开心哦！来，我们下一场。混一色四分，自摸四分，北风一分，总结九分。我觉得我吃了之后才发现我真的是个猪头，后来呢才知道说自己原来有双螺丝可以听到这么多洞，又觉得自己蛮屌的，但是呢我又不太确定，所以我才叫奶哥来看看我是不是连九饼都可以糊，结果没有想到，我还是自摸了。老天爷帮助我，我自己都吓到了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我要跟屈洛文讲，就让你老婆出去打打麻将，好不好？除了上上通告，打打麻将应该帮助家计很大。可没有，可是我在外面打一定输钱。啊，真的？对，正确的是正确的。对，因为大家都有看节目，真的都知道我为什么。知道你有多逊了，是不是？对。因为我们这只有打五场或六场，对，你在外面说打是打一个八个小时，打久了就你长期下去，你的牌就一定是输的。有时候当个庄就回来了。对呀，好。来，赵红桥庄，好不好？其实说实在，如果打牌来讲的话，是宝妈真的是打得很稳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因为我跟冠霖是完全没打过，所以我也不知道，我要第一次看。可是你刚才跟 Vicky 打了一把，我真是流鼻血，所以他会拿最高31分，我也不意外，因为实在是太离谱了。怎么会连自己糊了都不知道，还会把打出去呢？就最后还自摸。所以这个牌型来看的话，小乔应该会走凑，尽量会走到锁子的凑一色，他会做大牌。九万，你开始布九万。我刚刚没有，因为反正这样也是赢家嘛。对呀，我刚刚拿太多分数了，而且他一碰九万，应该后面又有那个李罗大哥先在后面嘛。洗书，我现在要走一个乱打路线的。九饼，你一直都是乱打路线，好不好？一万，九饼，一条，一万，真的不错啊。今天